来看呀，日本整人综艺又来整活啦。上期还是床垫，这期直接改水泥了。节目组真的是越来越用心啦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幸灾乐祸吧。今天的 B 组堪称死亡之组，都是一瞬的大妈。节目组也是豁出去了，都买了巨额保险，生怕讹人。第一位被整蛊的大妈声称不尽兴，建议节目组改成水泥池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节目组怎么可能同意这种无理的要求？予選敗退は北勝さゆり。ガラスに映った映像でお届けします。せっかく2位通過、松本明子。好家伙，这个大妈刷的真词是知道什么是狗吃屎吗？最后一位大姐来了个小猪跑，直接小姐第一晋级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奇葩岛国综艺。